杨紫肖战新剧《余生》路透，杨紫暴露减肥效果，两人身高差太萌。今年暑假期间播出的很多电视剧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，一部是杨紫和李现主演的《亲爱的热爱的》，一部就是肖战和王一博主演的《陈情令》。但是追击关于杨紫的新造型还是被发现了，杨紫当时穿得很简单，坐在凳子上面，有网友看到照片表示杨紫为了这部戏的减肥略有成效，模糊的照片也能看出来精致的脸庞。肖战的路透更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，很多网友都纷纷留言顾医生，我生病了，医院都是这一种医生，我宁愿一直住在医院里。肖战本身长得就很帅气，这次医生的打扮显得整个人成熟了一点，搭配白大褂有一种禁欲的感觉，大长腿真的圈粉很多啊。